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在怀柔 TV 跨年晚会的横店分会场，现场是人山人海，来，大家给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Surprise！ 大家好。马上就要跨年了，这里怀柔 boys 祝大家新年快乐。今天是三位第一次来参加跨年晚会，有什么感受？我可不是第一次参加跨年了，我在五年前参加过。我在电视前就看他参加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玩第一个游戏。让我上来仨字儿，你瞅瞅。那先，是一个节日。你自己拿的，你自己拿，拿完之后传给我。是一个节日，是一个很喜庆的节日。是不是不能说其中一个字，或者说大家都经历过的一个节日？投票了什么的？你们要再进行一轮吗？不用了，我心里很有数了。来，3、2、1。你打开吧，春节。哎，我一猜就是春节，因为他问的那句话很有破绽，是不能说其中一个字，或者说他一定是听到我们说他的词儿。你们俩是元旦，我想他一定是听到我们说他的词儿。你们俩是元旦。不是，我就说为什么要说咱俩一样啊？小丑就是我自己。哎，那我也是赢了哈。那是赢了，是赢了。你猜出来他的词。我猜出他赢的太容易了，没有对手。是我的，这人还行，可以用年龄来区分叫法。那我跟着你走，可以用形象来区分叫法。哎呦，俩说的太模糊了。梁朝伟、古天乐，你在说什么？哎呀，逐渐离谱啊！这，小李子，那我知道了。来啊，3、2、1。为啥说？你说。先等一下，先猜他是什么？猜他是林轩。南哥是谁是吗？你是帅哥。哦，那就是啊，那就是我赢了吗？我的确实也是帅哥。2、1，哦，好的啊，他说到小李的时候，我觉得，我俩应该一样，有人叫吧？小李子。这又到了我最擅长的环节。你这不够响，你干啥了？水开了，你是这是什么东西？给老板想一个。他可能答的比较多。南哥，这个行，来来，我
那些年。必须得唱出来才有分儿吗？不用吧，就说名字。我应该说说不出来的唱，来唱一个。不是，你俩一人一句。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雨下的都够那些山了。还有一句是什么？错过的，错过加一分，我加一分。这是什么？左边。唱一次。左边，你肯定你他初中是天天左边。唱一次。左边，你肯定你他初中是天天左边。左边我真不会。你不可能不会。我也不会，我都没有听过。好吧，听过。等牵着我的左边，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北极熊的眼泪。哦。没看过微笑 Pasta。这又是什么？乐器。一路向北，就是。我一路向北。你往南走了，是不是走错了？要是这么不肯定，那掉头发。这是啥呀？下雨天。在网上知道这个歌。范儿雪。哇、啊、这是什么一句字一个字都没有连一声都没有你们自己说说自己比较擅长的歌手的从你们三个说的这个歌手里面出歌啊李荣浩方大同陈奕迅哎我感觉都在我的射程范围之内不是麻雀，你说，不将就，不遗憾，对，对吧？对等关系，年少有为，没想的。我猜到你的内心。三人游，哪个？应该让我们听配，就是那个配乐，猜什么电影？呸！不用不用，我是最后一个。无间道。我你也不知道我无间道看了多少遍，真是。这啥呀？不对，海上钢琴师。不对，飞屋环游记。不对，雨中雪。哦。星际穿越。对。你吹啥呀？不是你咋对我就表达认可？自己吹半天，太强了。知道是他，警官，是吗？啊，经理，我觉得应该是小鹿吧。经理，是什么？哈哈哈哈
你比划他肯定知道。就是转过来。棒直接给第三棒表演一遍。发烧，两个字，朋友。发小。哇，头发大不是小的。头皮屑，我这是。来，第二棒，前转身。又怎么了呀？我来，继续啊，还有。开跑，是啥呀？你猜是啥？开蹲。哦。就作为惩罚，请二位给我们新戏录个 ID。由白敬亭主演。就是我每天做的工作，顺便让你体会一下。由白敬亭主演的开端即将在腾讯视频上线。不是你这眼神往哪儿瞟？瞟啥呢？到底？我平时怎么要求我情绪？由白敬亭主演的开端，你没说你自己是谁呀、啊？大家好，我们是大家好，我们是怀柔 boys。你没有在邀请他，快来和萧鹤云一起乘上45路公交车，能够感受到你的热情之旅，情绪不够饱满。快来和萧鹤云一起乘上45路公交车，走一段奇幻的。是咱那个手，咱也不是唱 rap， 没必要的。由白敬亭主演的开端即将在你由白敬亭主演，你看他干啥？没有，不是。快来和萧鹤云一起乘上45路公交车，一起踏上循环之旅吧。再来一遍。快来和萧鹤云一起乘上45路公交车，走一段奇幻的循环推胸之旅吧。不是，就这词儿还行，就是情绪没有感受到。之旅吧。哎，来，再来，就是要这种情绪，就是要那种比较戏剧的，大家喜欢看。由白敬亭主演，开端即将在腾讯视频上线。小威胁，让本笑。由白敬亭主演的开端即将在腾讯视频上线，快来和萧鹤云一起乘上45路公交车，走一段奇幻的时间循环退休之旅吧。行，可以，可以，那生哥来。由白敬亭主演的开端即将在腾讯视频上线。你咋不笑呢？你咋一直在笑？你给我展现出一个就很开心。我由白敬亭主演的开端即将在腾讯视频上线，快来和萧鹤云一起乘上45路公交车，走入一段奇幻的时间循环之旅吧。来，给个微笑。行，来下一个，下一条。还有一条，来个新品。来，我想个词儿啊。集体创作的 good 白香薰，闻起来真 good。你嘴角微微的上扬，我很想 chill good 白香薰，闻起来真 good。 你少了一个那个，我要死了。45度酝酿一下，来，我们酝酿一下那种深呼吸。 good 白香薰。你干啥？什么挺好的这节奏。good 白香薰，闻起来，你闻闻。你这给我，哎呀，真 good。 我
像一只